着淡人生活，食改不高血，高血脂等初步就尿酸都市升高了。可能大家高尿酸血症比陌生，但想必你过痛。常常表明高尿酸痛之有一定，血尿酸水平持升高，发及尿酸带和排出，些物就不再堆，析出精堆在皮相薄弱的，而急性痛性炎。而长期患有高尿酸血症，得不可能是痛，同其心血管等多方面造成害，甚至可能成衰的因。通常情下，女性血尿酸水平高于360 mmol/L， 男性高于42 mmol/L， 就可被高尿酸血症。而的高尿酸血症一般不需要行特殊治，患者生活、食等方面实诊，以下几食物或能促尿酸带，大家在生活中不妨多吃一些。一、玉米。其早在古典籍中就有与玉米的，玉米、玉米包都能起到利尿、平肝利、治沙石石的效果。待看玉米也的是身有多益，它含有富的膳食、生素 B 族、物等成分，其中籽的含量超过了精白米面，而籽恰恰就有促尿酸带的作用。二、冬瓜。中冬瓜能起到利尿清的效果，避尿系疾病有防治作用。上文中就已提到了，尿酸需要通过生成尿液形带，而冬瓜中恰恰就含有高的水分，甚至能到5%以上。常吃冬瓜本就能促尿液生成，而且冬瓜中存在的胡巴、丙醇二酸等成分也能促尿酸带和排出。三、白菜。白菜是四季常物美廉的蔬菜之一，白菜不含有膳食，同有其他成分，包括了生素、物等，特是生素 C 含量相高。而且白菜同也是含水分大的蔬菜，再加上生素 C、籽的作用，尿酸带自然也提高速度。四、本身就是低嘌呤蔬菜，平均每100克中所含的嘌呤成分不足10毫克，不尿酸直播造成瘾。铜中有水分、生素 C、胡素和物等成分，些有益物铜可促尿酸带，有助于血尿酸水平定。五、土豆。是根蔬菜中最长的一，嘌呤含量几乎可忽略不，它同含有大量砷有益的成分，包括了碳水、物、生素等，而且就酸里看，土豆鱼性食物一，既能促尿酸排出，能中和人酸度，通过食整就能起到提升尿酸带的作用，大家在平可多冲水分，特是天前燥，每日水量持在2000毫升左右。另外，如果急性痛已作，且作月月烦，急救按照生煎用治。